Winter is freezing and trees start to bloat。 嗨，大家早安，我超级久没有拍影片。我刚刚拿起相机的时候，我想说哈，没电，怎么会没电？然后就开始找备用电池，找，真的找超级久耶，找到我都清醒了。然后最后找到了之后呢，我还想说我想拍一下我真实早上起床就是会做什么的画面，所以我又很 gay bye 的躺回床上，然后放好相机，然后在那边滑手机。但是就是确实这是我早上真实的一个画面啦，就是我早上起床之后我都会躺在床上先看手机，然后开始滑看有什么新影片这样。我最近非常迷恋的应该是 Simon 吧， Simon 讲评我觉得真的蛮好看的。嗯，没错。好，然后现在要来吃我的早餐。我今天早上吃的呢是昨天吃一半的蔓越莓乳酪吐司跟肉桂卷，然后配的饮料呢是无糖的拿铁。有看我 IG 应该知道我最近就是很疯狂热爱用胶囊咖啡机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好方便哦。而且我觉得最酷的是啊，我一定要跟你们说，你们看一眼，它上面是有奶泡哎，然后咖啡这样子，然后牛奶。我本来以为，我一直以为它就是只有咖啡，然后你可能要自己准备牛奶。我想说这样也还好啊，没有很方便。就后来我才知道说它原来是有牛奶的胶囊耶，就是你不用自己再准备牛奶，我觉得超方便。我今天应该要把家里继续收一收，昨天其实有在整理家里，因为我家真的很乱，非常的乱。我再给你们看有多乱，是认真很夸张的乱。然后整理完了以后呢，我就真的认真要来剪影片了。讲的我好惭愧哦，我已经一个月没有上影片了，一个月。然后其实这个月除了拍一些有出门的 vlog 片段之外，我几乎都没有拍影片哎，超扯的。你们喜欢吃面包吗？我喜欢。啊，我去拿那个胶囊给你们看，就那个我说很酷的，有牛奶跟咖啡的。你们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回来了。就是这个，我今天早上喝的是这个，它是无糖的，它现在有有糖的。然后它很酷哎，你们看，它白色就是牛奶，然后这个就是咖啡，是不是超酷的？所以它就可以直接弄出奶泡来，而且它的牛奶出来是有奶泡的，我这是让我蛮惊艳的。好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我觉得还蛮好喝的啦。然后如果你要加冰块的话，你自己要注意那个杯子的大小，不要像我一样第一次弄的时候我整个超慌张的，因为杯子太小然后都跑出来，超白痴的，自己要注意水量。吃吃看肉桂卷吧，肉桂卷可能吃半的吧，因为我吃不完，有点太多。好香哦！嗯，你们敢吃肉桂吗？你知道我朋友他在做肉桂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人，他就在意说，万一太甜对大家健康不好，然后如果又淋那个 cream 在上面的话。糖霜啦，在上面的话可能会太甜怎么样。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一般会吃肉桂卷的人根本就不 care 它甜不甜，就是肉桂卷就是要够甜够油腻啊。嗯，好酷哦。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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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was wrapping the cups And after a while was wrapping a glass And I can't think no家现在呢呈现一种疯狂的状态。为什么会长这样呢？就那边是公关品的部分，我在拍照，拍完了我其实把它稍微的整理了一下，整理到这个桶子里面跟篮子里面。然后这边是我脱下来的衣服，然后我平常我在这边直播嘛，所以就可能会有一些直播的东西。然后这边是一些不好说，然后那边就是我在拍公关品，我就会放在这边这样拍，然后跟灯具这些东西我可能要全部撤到楼下去。然后我买了一个窗帘，然后这边呢就是
杂乱。然后呢，这个拼图你看拼好了之后，它就一直在这个地方，我也没有处理它，就是还没买框。然后我老公的赛车，然后这个是我新收到的生日礼物，是一个水冷机，我觉得蛮舒服的，就是它真的蛮不错的，它这边可以加水，然后这边就是开了之后它就是水冷机。那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呢？因为我本人呢就是会躺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开电扇滑手机吹。我老公回来了，我们来吃午餐吧。今天午餐是吃辣丸跟咕拉瓦汤，不加香菜。是鱼羹。哦，鱼羹汤。哎，那咕拉瓦汤呢？卖完了。卖完了，所以我也是鱼羹。好，我也是鱼羹。我不爱鱼羹。不喜欢吃也是要吃。为什么？要去买。好啦。他爸爸是这一种的，然后有加蒜泥在上面的，然后这个在那个市区有一间，市区有一间叫飞龙，也是很有名的，如果有来新竹玩的人可以去吃吃看。虽然我觉得没有说跟外县市比起来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是好吃的啦，不知道吃什么还是可以去吃一吃。它是都炸的，都是炸过的那一种，不是蒸的那一种。好嘞，我们来吃吧。我的汤没有加香菜，因为我不喜欢吃香菜，我是真的好不喜欢吃香菜。然后它里面的肉是这种红红的肉，这种还好，你知道有一种它会很红，那种我就没有那么喜欢。你们吃霸王是喜欢吃皮还是吃料？我个人其实喜欢吃皮多于料。他可以选择两颗一碗，或是三颗一碗。把它多少钱啊？两颗多少钱？四十。便宜吗？啊。两颗四十是便宜吗？就还好。还好。那我呢？很贵。我很贵，我哪里很贵？我老公今天早上很厉害，他自己把车门修好了，不是车门啦，把手。因为现在很多车子，他们那个车子上面会有一些零件，都会选择用那种环保材质，就可能用一阵子它就会坏掉，会化掉或什么之类，可以分解的。然后我们的那个门把就是里面拉的，它就变成。就是黏黏的，然后黑色的地方全部都有点糊掉烂掉，然后我老公就自己去买了零件，然后又自己换上去了。你的灯也换了吗？他连灯都换了，超强的。我是不是太容易觉得你很强啊？乱崇拜。你不要跟我一直聊天好不好？不是，就说你爸爸跟谁聊天。你说，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聊天？那你要跟谁聊天？我在吃饭。吃饭就是要聊天啊！吃饭就是要聊天啊！吃饭不聊天多无聊。老公，对不对？老公，你就是想聊啊？那你笑什么？你就是想聊天啊？不然你干嘛？不然你干嘛要约我一起吃饭？随便吃饭、啊、那你干嘛坐在我旁边吃饭？是你跑过来吃的好不好？是你买了要我过来跟你一起吃？没有，你就想跟我聊天。哦，你是觉得太可爱了。嗨大家，我换了件衣服然后回来了，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就是我刚刚吃完早餐之后，我就拿起手机然后在那边滑滑滑滑滑，然后这样坐着滑滑滑，然后变成躺着滑滑滑，然后就这样子不动了。所以呢，我决定我现在要先来保养，然后擦一个防晒什么的，接着我就要你知道走到外面去走一下，晒晒太阳。我换好衣服了，我要出门了。我刚本来想要穿 Tiffany 的那个衬衫，但是
因为我要骑车，我想说穿这样子好了。好，然后下半身就是穿一个牛仔裤，脚趾头太害羞，就是一个牛仔裤。这牛仔裤其实超级紧的，它其实以前是宽松，但是我胖了，它就变成比较紧的了。好，反正我就穿这样子。跟你们分享一个超混乱的事情，就是我自己在剪我自己的影片的时候啊，如果我没有很快的把影片剪掉，就是我拖比较长的时间才开始剪影片的话，我常常在看我自己的片段，我想说我是不是少了什么片段，为什么时间都有点错乱的感觉。因为我常常就是会录说好我现在要先去吃饭，然后可是其实我相机关掉的那一刹那我可能去做别的事情了，然后可能一做我就是拖了可能3-4个小时，然后再去接下面的事情。所以我常常每一次就是自己段落里面讲说要干嘛，然后跟实际上的片段都接不起来。好，刚才我今天也是有点时间错乱，所以到时候我会加字卡让大家感受一下我现在到底在干嘛。好啦，我现在就要来逛宝雅啦。嗨大家，我刚刚寄完包裹了，然后呢我决定我要先去接我儿子，就是现在时间比较早，想说接了他之后看看公园会不会人比较少，带他去公园跑两圈。And I don't wanna be lonely when winter is freezing and trees start to bold. And I don't wanna be sitting alone in a room.Just filled with my soul, and so I came to this place. I'm looking for a familiar face, and that's when I. 不知道说以后尿尿尿怎么样？以后尿尿就尿草草，不是尿草草，要赶快去尿尿，不要憋尿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然会怎么样？念出来在公园脱裤子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怎么啦？我的手机加分，我那个。你要用你的手机，是我的手机加分哦。嗯哼。要加什么分？加那个。我下了一个 app， 然后那个 app 就是可以记录他今天的表现，然后他如果今天表现好的话，他就可以获得就是分数。它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 app， 然后你可以自己设定价钱跟东西，然后你今天这个 OK 自己按赖床，然后晚上你有认真吃饭，哎，我得到一个红旗子，然后你有认真吃饭，为什么都没得到别的啊？嗨，我们现在停好车，然后要去吃寿司郎，这个风真的把我吹的脸好大，遮住。好，我们就要去吃寿司了。然后吃完之后呢，就要去 Costco。不知道有没有人？我老公说刚刚看觉得人好像还蛮少的。怎么办？这风真的好大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吃吧。Cause you don't know me and I don't know you, but it breaks my heart. You're looking so blue on the first of the year. 我们来 Costco 了。我们停好车，我现在要去逛逛，还剩1个小时就打烊了。好，现在人有很多，我来录一下。然后我们等一下里面不能拍，所以就大概记录一下，我去再跟你们分享买了什么。我们买好了。嗨，我们回到家了，给你们看我买了什么东西。我买了一个这个牛肉派，我老公说这个牛肉派他网络上看到，大家说。味道很像在国外吃的，但是好吃还是不好吃不晓得，但是说过很像国外的味道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。它这一盒里面有6个，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我们还买了上次有介绍过这个爱妃苹果汁，这果汁真的蛮好喝，但我觉得它有点甜，可以1:1加水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饼干，原味的这个玉米片。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在冷冻柜看到了这个沾酱，刚刚可以沾着吃，也可以抹在吐司上面的。然后我想说，哦，这个可以来沾那个玉米片。好，然后这次买的东西一共是花了，你们看得到吗？算
道我打在我在打字卡给你们好了，就是一共花了1453。哦对，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咖啡机，就是我那台咖啡机 ，Costco 也有组合是2999，就是如果需要的人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好啦，那我上去接我儿子啦。Just picked your name on the coffee cup. With a stroke of luck, the guy just messed up and gave your cup to me. Started a year with a drop of romance. Cause I came to this place. Hi, 大家早安。现在呢，我要来吃早餐了。今天的早餐呢，吃的是叫做姐弟汉堡。我是叫 Uber Eats 送来的，是姐弟汉堡。我都吃肉片，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炸肉的肉片。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肉片很有古早味，所以我很喜欢。然后跟一个蛋饼，还有一杯奶茶。我今天喝的是奶茶。我刚刚本来想说我想泡一个别的咖啡，结果后来我最后泡奶茶。给我呀，谢谢。哦，你不要用了是不是？好。谢谢你哦，你给我一个信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情书吗？画了一个全家福给我，啊，这个眼睛最大的应该是我吧？对。那这个没有眼睛的是爸爸。这个是小小眼睛的是我。这眼睛是你哦。好，那个是爸爸。嗯，谢谢你哦。那我可以把它收起来吗？可以。我们家宝贝他昨天，晚上的时候发烧，反复烧，所以他就不太舒服，我就帮他请了假，然后。先休息，不过早上烧其实退了，但是以防万一还是没有让他去学校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吃完早餐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去看医生，今天就要去看医生。我突然发现，就是之前没有看镜头没有这么感觉，今天看镜头发现你晒好黑哦，你看你的手跟妈妈的脸，你看到吗？看到哦。你这边的话，我更白了，好夸张哦！因为你都在家里睡觉啊。什么睡觉？好，那我们就来吃早餐吧。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肉片，它是这种炸成这样子的。然后今天早上我喝的是他们的奶茶，他们有非咖啡因的饮品，然后。我还有买了一个巧克力欧蕾，还没有寄来，还在运送的途中。然后另外我这边还有一个是儿童的巧克力牛奶。然后这个口味是超多网友推的，所以我蛮期待喝这个的。嗯，不会很甜，很好喝。而且你们看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它打出来居然是有这种分成奶泡的感觉，我一直觉得很神奇，到底是为什么会有奶泡的这种样子出现？我觉得很方便呢，它真的做超快的，你就是水加好之后，你就机器打开，然后照着它上面的水量，然后你就加水，你就按那个水量调整好之后启动，它就开始自己做了，然后弄完可能就是几秒、几十秒到一分钟吧，就做完了。我觉得很方便，而且重点是它味道真的还不错喝，我自己很喜欢。嗨，我们停好车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去看医生了。对，希望还看得到。现在11点了，然后快到12点，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挂号。反正现在我们就是要去挂号。小宝宝现在状况看起来还可以。
可是就是还是会有点微微烫烫，不到发烧。反正现在就赶快去看一下医生。好，我们赶快去挂号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了。小朋友现在状况感觉还好。刚看完医生，拿完药，我们现在要去吃东西，然后吃完了以后呢，他就要吃药，接着就要睡午觉，然后我老公应该就会回来跟我接手，因为我下午的时候就是晚一点我就要上台北了，所以他等下睡午觉的时候，我就可能就准备化个妆什么之类的。好，跟大家说，我们要去吃午餐了，拜拜，我在啦，好，拜拜。下课。Looking so blue on the last star day here. I just picked your name on the coffee cup, but a stroke of luck, the guy just messed up. Hi, 我们回到家了，立刻马上换了一个短袖，因为外面真的是蛮热的，就是太阳照的时候很热，但是没有太阳的时候，风又非常非常的冷。然后呢，我儿子状况今天一天感觉都还不错，现在其实都生龙活虎了。然后他明天应该就可以正常去上课了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准备来化妆。然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很累，我真的觉得我好累哦，所以我想说我要来弄一个喝的，然后就边喝边看剧，然后边化妆。我预计应该差不多坐5:30的车出门，所以我大概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可以准备。我就用这个好了，用这个 Americano 来用好了。耶、yeah. ，这个还没打开，这个用这个来做单手做咖啡，有没有帅？单手做咖啡有没有帅？有吗？有。OK， 盖上去，会听到咔一声。好 ，OK， 你很棒。我力气很大，还好。我发现我的冰块好像还没有冻得很浓啊啊啊！我拿不起来，我拿起来一颗。我看到了一颗，可以拿起来。一颗，我付掉了。两颗，来吧，带下去，转动它。哦，它变绿灯了。出发 ，Go！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酷，很酷！哦，酷啊，酷啊，酷酷酷酷酷！哦，我真的觉得我太聪明了。你说我很聪明？聪明。看我，聪明。聪明。多聪明？100万先聪明。好了，我的咖啡好了，把它打开来，让它休息一下，休息哦。哦，你闻看有香吗？好啊，闻看。咦、欸，给你闻。啊，给你闻，给你闻。你闻看有香吗？怎样？什么味道？比较香。香香，它比较香，还是我比较香？哇！我儿子来了，你给大家看吗？哇，侧面长什么样子？哇哇，他等一下，他等一下呢，要去把这个东西放到他的房间去，因为他一直放在客厅，对不对？恐龙要回家，恐龙要放回家里面。你在干嘛？好啊，我跟你讲，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我等一下呢就要开始来保养化妆，然后准备要出门了，准备要出门了。好，然后我真的好累哦。我早上喝了一个奶茶，我觉得我错，我早上应该就要喝咖啡，然后现在再喝一杯咖啡，我觉得才足够提起我今天的精神，因为我真的好累哦。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累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昨天有一个人晚上一直呜呜。
是谁？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昨天生病。然后呢？你半夜怎么样？不舒服，半夜一直呜呜叫，是不是？要抱抱，是不是？快啦！我跟你说，小朋友感冒，父母真的是很辛苦。我昨天一整晚上都在抱他，盖被被。我好像讲过这段故事了，就是这么辛苦，没错。就这样啦。然后昨天直播我跟大家聊到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啊，我觉得是有点严肃的话题。我觉得好像昨天的直播有点太严肃了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深思的一个议题。是有兴趣就是跟我聊这些微博的东西的人，欢迎追踪我的 IG 好不好。就是我 IG 的直播就常常就是什么都聊，然后昨天还有抱怨了，也不是抱怨，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靠柜的经验，有些真的是很神奇。就是现在我可以笑着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，但是其实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当下，我真的是满满的傻眼跟尴尬，以及可能会有点委屈或生气，但现在回想起来都蛮好笑的。有机会再来跟 YouTube 的大家分享这些故事。嗯，对，没错。好，废话太多了，我要真的要开始来保养跟那个化妆了。宝宝有鼻涕去醒出来，然后咳嗽，你没有捂嘴巴，去把鼻涕醒出来，快点。没了。有这么大声音，去把鼻涕醒出来。这边有卫生纸，来给你，把鼻涕醒出来，快点。快给我！好啦，那我就要来开始保养了。哦，对，忘了跟大家讲，我跟你们说，你把牛奶先去做成冰块，然后加在咖啡里面当奶，然后用他们的 Americano 去打，我觉得蛮好喝的，我觉得蛮好喝的，而且咖啡就是味道就不会变得很淡，因为我前几天用的时候，我就是直接加冰块，然后我就觉得直接加冰块，你要嘛的话就是要。可能水量要用比较少，就比它原本设定的少，不然的话就是整杯就会变得很稀很淡，我就觉得没那么好喝，就是自己的用法错误。但是我不爱喝热的，所以我就想到说，那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。然后如果是喝那个拿铁的话，可能我就会先把咖啡先做好，做成咖啡冰砖，然后再用那个机器做奶，做牛奶，因为它机器做牛奶会有奶泡出来，我觉得蛮酷的。反正就这样啦，我觉得喝起来都还蛮顺口的，而且真的好像比我去外面买咖啡便宜很多。因为我如果工作的话，平常我每天至少都要喝两杯左右的咖啡或者是饮料，但是如果有喝这个的话，其实还蛮划算。就如果你真的会用的话，我觉得可考虑。好，废话太多了，我要来保养化妆了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Looking for a familiar face and that's when I各位，我已经快要画好啦，感觉好像没有画什么东西，但其实我已经画完了。的妆就是如此的淡。好，我现在来上最后一个唇膏了。我最近很喜欢用这个，这个真的很美，很美。然后我今天要去找雀斑，我就要顺便跟他 A 他其他的颜色。这颜色真的很漂亮。有点太远，看不太清楚我的嘴唇，买个小镜子。很好。然后我会拿一个小刷子，把边边晕开，嘴唇就会很自然。可是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要戴口罩，所以其实唇膏感觉也白花。这是 MAC 的217的刷子，我觉得很好用，我都拿来当成唇刷。然后唇膏是用 NARS 的，这个叫做 SHAG， 怎么念？不会念。好，然后眼影也画好了，眼影是用 MAC 的单颗的眼影，然后中间打亮是用 NARS 的这一个小小版的。好啦，就这样吧，我要准备换衣服出门了。各位，我下车了，今天车超快的，可能十几分钟吧。风好大，而且好冷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后悔穿 legging 了，我穿
五分裤的 legging， 然后现在其实很冷。好，我现在赶快上去，然后慢慢走，因为现在还不到十分，我车是25分的，所以其实是来得及的。我每次来不及，我就会从这个台铁这边跑上去，因为这边跑上去可以直通二楼的月台，就不用很急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的妆很美，但是我现在戴口罩，你们可能看不到，有吗？美吗？好，看不出来，算了。买了一个水，然后现在要准备一道6车，6车有一个小包厢，就是你可以躲在那个里面。可是如果有人要打电话，或者是有那个他们要放报纸或放东西的话，或行李的话，就是你还是要让给大家，因为就是那是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。但如果没有人用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借用一下的。耶，有椅子可以坐，呵呵，坐一下。我发现这边都把那个不爱坐的贴纸都拿掉，以前这两个是不爱坐。哇，其实我很喜欢现在的天气，就是凉凉的，很舒服，就是有风。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新竹的天气的，但是很多人觉得新竹风太大，但其实你习惯了就好了。套也很好，那哦，所以它是分开买，对对对。可是这样一套也超好看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可以买一套，然后你自己都可以去搭任何的。像他这样单穿，你可以做 T 恤，然后穿下面穿那个球衣，对啊，这样很好。而且他全身都是基本款，对啊，我喜欢他全身有一点厚度，嗯，也比较不会就是曲线，对对，我也想加 T， 对，不会曲线很明显。OK， 那我去换。My soul, and so I came to this place.